大家好，我是魔石，今天玩暗三哦，没错，很久没有玩的暗黑破坏神，暗黑复仇者三哦，MSN 的最新的一个手机游戏，居然出了一个新职业，大家都跌破眼镜了。那为什么大家都跌破眼镜了呢？因为他竟然出大家最喜欢的弓箭手啊，这有点太超过了啊，这个真的是太超过了。因为为什么太超过了呢？因为弓箭手职业向来就是。大家的，哎呀，大家的爱脚啦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有人娶吗？不要，怎么办？这绝对没有人娶。我戒指要抽筋了，好烦哦。好啦，新职业弓箭手，赶快来看一下他的全技能。这不得了了竟然出一个弓箭手，整个人气大暴涨，来，赶快开始。哇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！哇，真的是太过分了哦！赶快来看一下弓箭手，而且是一个新萝莉耶！哇，想不到居然出了一个弓箭手，大家都傻眼了！赶快开始吧！哇，好可爱哦！来，全技能演示！哇哦，真的是出一个新职业，变一个新气象哎！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新职业的全技能演示呗！哇，吓死人了哦！因为其实这游戏本来就很精致了啊，再出一个新职业，哇靠，哇操，更不得了了。尤其是那他的职业又是弓箭手职业哦，所以再来个召唤师哦，再巅峰一次，来开始，来看一下他一个瞬移技能，哇，好帅哦，哦，好不得了哦，画质超级高的，好，赶快进去，哇操，太美丽了吧，哇哈哈。那周记有名在他的画风哦，我这《暗黑破坏神三》出来应该也像这样子啊，因为《暗黑破坏神》最近不是前几天的新闻不是有在报《暗黑破坏神》即将出手机游戏吗？那我是觉得他出来应该也会像这样子，《暗黑复仇者三》一样啊，哈哈，反正都吃一个 IP 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OK，开始啊，OK，第一名啊，其实现在很多授权手游都有手机版了，大家都喜欢吃一个 IP，哇，这个大绝！太漂亮了，好，这个就是弓箭手职业，那这边应该会把全技能给讲完了。好，那、哦、出一个新职业真的是变巅峰天下了，我觉得就真的变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太过分了哦！好，哇，这也没有新职业，有够无聊的，我觉得这个职业太过分了啦，怎么到现在才出呢？其实弓箭手职业就本来我想选的职业了。可官方到现在都已经出几个，都上市几个月了，到现在才出弓箭手，这真的太过分了哦。好，那这边是他的一二技能哦。哦，这超美的耶，所以这是连技嘛。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容易让人家搞错，暗黑复仇者，暗黑破坏神。我们一来也是觉得说，诶，是不是暗黑复仇者、暗黑破坏神出手机游戏了？好啦，抢夺武器。我还可以丢长矛诶，好猛哦！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全新的这个萝莉型的一个弓箭手，哇，真的是太令人跌破眼镜了。应该大家都吓到了吧？现在才出新职业，每个人都傻眼哦。来来来，哦，好帅哦！我操，我操！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两招技能啊！哦，你不要疯狂的乱射啊！所以他有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东西，就可以他可以这个抢夺别人的武器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觉得那一招感觉在浪费时间啊！OK，那这个就是新职业啦。下面那一招是瞬移哦，这边你觉得保护 Selina。
那就这样子行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继续追踪的话，就订阅我频道，拜拜。